你家还居住他的人啊，很像很像那种。不能讲出来。这我们拍片可以用，碰碰要谁大哥的？到底是谁大哥的？拜托你，还有新，还有错啦，还有新，你有没有改变？我们其实蛮别扭，我们现在在交换礼物的地方，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镜头要这样，我们很少跟别人一起，对，我们每次都在旁边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才突破自己，我们跟现在在一场的部分。YouTube 有 Instagram， 所以要 follow 我的人可以去搜寻派翠克，搜寻就找得到了，就找得到了派翠克就可以找到了。那你有没有在看？对啊，哪有骗人？真的，虽然我不知道你最近吃过什么片，但我那你看过我，你觉得最好笑的是什么片？就是他觉得我那个乡情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有演乡情，模仿乡情那一段？没有啊，有啦，没有什么乡情。哦，那不是我啦，尴尬丢脸了，尴尬丢脸了，好啦，很丢脸呢，很丢脸，这很丢脸，是我，这不是啊，我不知道你讲什么，他们完蛋了，擦掉，点点快点，看你的那是我，你不确定是不是我？很少，等一下。欢迎许鱼，大家好，许鱼，可以介绍一下你的频道吗？我频道主要是在介绍扭蛋啊、玩具类的开箱，开箱对比较多，跟我们很像耶。真的吗？我们下次有看到你们美人鱼，美人鱼，对，是美人鱼公主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公关又来，这排厕所又是最近看到什么？又是我们，我们一年只见一次，就是每一年的冬天的时候，差不多，对，差不多，对，上次也是冬天，上菜煮火锅，煮火锅记得吗？对，是甜食，这是交换礼物，对，看过了没有订阅我们，这次还有一次机会，对，还有一次机会，记得要订阅，记得要订阅哦，对，谢谢你们邀请我们来。希望下一次还可以再来，对，看你们下次要不要邀请我们过去，好，把你们工作室继续工作，我们真的会炸掉，好，差点，我们现在不是，这是洛克，这是本本，可以去追踪他们的频道哦，频道的那个放在这里，这里，大哥大们，好不好？所以本本要讲话，对，吃货们嘛，对，我们是吃货们。我跟你讲，你们频道对不对？知道是吃货们，都确定，说一下，所以下次来玩什么？你想？下一次嘛，对。下次玩什么？躲猫猫 ，OK， 对。可以介绍一下你们频道吗？
燕婷，对，燕婷可以到下面帮我们追踪。对，巨人也有频道，对不对？对，就叫巨人。对对，因为我们一起。啊，谁躲猫猫？没有，如果要邀请的话，我们就只能玩躲猫猫，那他可能就要折折很那个。我可以当鬼啊！哦，他自己真的当鬼，他当鬼很可怕，真的很可怕。因为被他翻过。以前大学就是曾经办过 Running Man， 他当那个叫全部人吓死。啊！他叫熊之类的，他拿坏东西是轰的，就是大魔王。对，很可怕。家具的部分，而且再加上他的腿很长，你也跑不过他。哦，真的很可怕。三条腿跑过他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任务完成了吧。那我们就拍下一集哦，不要忘记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灯。重点是记得在下面留言，告诉我们最想要跟谁合作，好吗？拜拜。